那我们今天讲禽类，前面有这个爬行类，就蛇这些，然后更明显的一些呢，就是类人猿这个猴这一类的，类似人的，还有这个后面就有犬科动物，还有猫科动物，咱们都讲，好像剩下的呢就是毗邻带甲的比较综合一些的，像鳞类的就是龙主宰的。我们说了这个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各主一大类，它们分别为首领。那善于奔跑的呢，也有这个马跟鹿这一类的。那么今天那个禽呢，就是鸡。说到这儿有两个重点啊，我们这节课提前说。这个鸡是酉，你看到这个12生肖，子午卯酉这四叫四正位。刚好这四个正位呢，就是在一天的当中，就是8点到16点，这个时间就主要的太阳都在天上，这叫，而其他的呢，像这个辰戌丑未，它都在这个半夜到凌晨这段时间，而寅申巳亥呢，唯独那个猪最后一天我们再讲，它是个。位置有点不一样，很奇怪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你会发现这些动物哪些的肉能吃呢？就是说我们日常常吃的，子老鼠，你说广东人吃，当然也不错，但是这个是极少数的，更多的吃的是猪肉。然后呢，革一位，到了牛也是常吃的，那老虎自然。没有一些特别情况不吃，什么是虎骨那些是入中药的不说，然后兔肉吃，龙，你就别没得说了，蛇，这个吃的虽然比较少，但是广东啊，像一些地方也有，那这个也暂且不看，再看其他的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五马肉吃的很少然后有羊，你会发现这些阴的地方都是吃的，猴也很少吃。然后就鸡，那狗肉呢？当然也有吃的，但是这个就现在人吃的很少，以前会多一些。那主要的这几个，你看逢阴位的地支，它都是吃的因为阴主物质嘛，主肉嘛。羊就比较特别至于说这个狗肉还有这个蛇肉，逢水火的这些地方，你看这个老鼠也是，包括马肉。水火跟一些是，阴阳它是相反的，有相综合的地方，其他的都是金木土都是正常。那我们都剩下一点时间，就是把这个鸡说完。鸡呢，就是说嘶鸣的动物，对这个阳光非常的敏感，这个一些时尚的特点，人也是如此。这个就比较生活比较规律。当然，你说公鸡、母鸡，其实它一定也是有这种因素的。善说善于叨叨叨叨叨说有非常自己的道理一套也比较的固执，因为他在这个寅申巳亥未嘛，他老认为这个子午卯酉，然后为他说的是正确的。然后这个雉呢，就是长尾巴鸡，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野鸡。比较漂亮，但是它跟鸡不一样呢，除了这些，它身披7彩，五彩衣，很漂亮。那它更在乎时尚，那个它可能报名更在乎，比如说新闻这个一些新时事这些方面，可能你甚至从事的行业都跟这有关系。那雉就是更多的是这个，那鸢呢？过去讲那个纸鸢。天上飞的风筝，实际上它是鹰一类的。前面说了个雕，它是小的雕，就像那种鸯，那种隼，这俯冲的速度非常快，是最快的，像炸弹一样。这个它就是，它的这个速度跟着时代赶的节奏执行力等等这些肯定是比较强的。如果打仗的话，就像一个先锋官，现在呢，就可能搞业务销售这块儿，公关等等。